领队还缺一些哈、上次玩到拿到了中介的门口，还是我们的来的，不过目前还没到。好，我们今天会继续玩我们的单车玩法。麦克风真是你真空气吗？临界这东西我就不会看，我忘记好，不管到这样吧。开了，先跟运气看一下，看顺不顺。叮咚，哎呦，叮咚，你来了啊？那个吃饭，你要先吃饭哈、哦。嗯，边吃边玩，怎样？不要，不用，这边。嗯，顺便跟你说一下这几天发生的状况啊。顺便跟你说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哦，是的。我想帮你讲起。你等一下，是我断断续续还是你断断续续啊？我断断续续。你为什么断断续续？不知道，等一下我看一下。
哎，麦克风已经调到最大啦，现在正常吗？嗯，稍微正常一点。对吧？因为不知道问题在哪。就之前那个伺服器啊，嗯，然后我现在是担任他们的编辑，嗯，我知道。然后还有另一边有啊。然后有个小小的问题，嗯，我今天要，本来之前有帮他们录那个，用那个生成，因为他说他要去宣传，对，我。因为和那个叫什么 ，NVIDIA 刚好在跟上面出了问题，所以就用另外一个东西来。结果发现，哇，他那个会出现就是音轨跟那个音轨跟那个讯跟那个画面片段，嗯。怎样？就是会前后会，就是会，就是音轨跟画面会现不对称就对了。对称对。No， 啊、然后。然后这几天就要找时间帮。哦。然后我这边想问你说，生成图的话会要怎么样？怎么录你的表？主要我还是因为他们现在怎么录比较好、哦？对，因为现在问题你觉得嘞？发现，因为它只有一个新手村。对。然后，因为他们现在只有一个新手村。嗯。然后就没有其他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职业什么的，这些东西没有到。你觉得？目前那个伺服器的特色就是那个职业啊，然后跟新手村的建筑吧，可能那建筑基本上也算中等吧。中等。你有开号码区吗？还是我们开？嗯，没开。哦，看起来是我没开。没有，我也没开。干。然后。因为我看到他们那个伺服器的时候，其实有一点难，因为我发现东西很少，除了一个中间转，除了一个，因为生存，除了他的新手村以外，还有他的死以外，没有任何。嗯。他其实昨天晚上有算是一个小活动，只不过那个活动算是临时的，然后。是打一个 boss， 在生存里面拿普通装备打一个 RPG 的怪啊，那个 RPG 怪有比较偏强一点。就是说昨天晚上那边发生了不少命案。嗯。如果你如果有看那个同步聊天的话，然后看到一堆人死掉，就是因为这个。然后，哦对了，我因为要找一个时间来拍摄。所以我可能会借用到一些人的建筑，那会不会？啊？借用你家的房子？哦，你说生存的房子还是？生存的，生存的房子。哦，所以这生存还没盖房子哎，说真的。啊？是，我帮人家盖，但我自己还没有盖，我是。你自己的没有盖？嗯。我自己的没有盖。我自己还没盖啊，然后也帮别人盖。那我再去跟那个。你晚点可以进来啊，跟我们一起玩啊，你没关系啊。这我本来是想说要去那边，要不要去玩？看你啊。所以我也想顺便问你说晚上要不要我回来？看看。嗯。所以今天呢？什么东西？嗯？我说今天呢？今天怎样？啊，做啥呢？我们要收集中介之眼的中介。
是我今天的哦，然后我他妈的还有钻石裤子，哦，身上有钻石裤子，嗯，我记得我升上去了，对啊，我升上去了，为什么身上有钻石裤子？就是我在那个地方看的时候有看到，好，有可能。只是为什么你今天会一直断断续续的？今天我断断续续是什么？就可能是网络不稳定，然后你讲话会有点小间断，小间断。小间断怎样？啊啊？怎么样？要有时候讲，你要讲，有时候讲话才会出来。就你如果一只是讲一句，基本上是听不出来的。就是我要一直讲话的意思。就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有点小断断续续这样感觉。可是刚刚看起来还好。现在还会吗？现在还好。哦，有的话再跟我说。可是我也不知道发，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哦，你有多开什么吗？没有。应该说我要控。我在控麦上面一直控的不准，控麦，因为主要是麦克风等级，又加上你音效卡，我也要配合了。我手上有一个，我捡到一个石子，我还捡到一把铁剑。为什么他们都去卡来这边？什么东西啊？应该是因为你的门吧？应该是因为你的门呢？以前都不会卡的啊，那怎么会的？还是你这边有他们的什么东西这样？应该吧？那个？哎呀！喂，哎，我讲通通通都没声音。我还在想我现在要干嘛？因为太久没有玩这个了，我忘记我要做些什么事。你说食物不够嘛，对不对？盐吧。盐的话不好找，因为我看食物应该暂时是还好，那一天我不是做农田吗？马铃薯跟采集之后再那个就好了。马铃薯，不知道盐吗？马铃薯，对啊，要可有盐的话，你可以做你的食物这样而已啊。我现在是比较烦恼，就是没有盐。因为没有盐的话，很多东西都不能做啊。你知道做任何菜都会用到盐。盐在餐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有啤酒的这个箱子里面，再盖了很多，里面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吃。有百香果馅饼啊，虽然它可以补量，可能补量。鸡肉饺倒是可以补补。这个香子的花都可以吃。我先边吃饭，等下边玩又边吃，好像有点。本来就不好。再顺便看一下，反正我们还不急着要去农田，现在比较缺的是眼睛。之前我们缺几个？六七个对不对？忘记了，好像是吧。我这边还有三个灯珠，我把它全变成眼。你要不要先做个石碑啊？石碑哦，对，好，看一下，就是过去那边，我们可以把石碑放那边，到时候直接穿就好了。我来看一下，用一个紫宝石哦。紫宝石，
我忘记了，几季这样？嗯，几季这样？东街珍珠，然后跟粉色染料吗？我忘记了，我记得东街珍珠。对不起，我把它全部都变成眼睛。我倒是有看到传送选择，是要用到传送珍珠。传送石，一个绿宝石，四个中介珍珠，然后四个紫色染料，做一个传送宝石。宝石之后，看是要用什么材质的东西做。下面三个黑曜石，中间一个传送石，上面用你要做的石头石碑的石那个材质。你有中介珍珠吗 ？No， 一个都没有。No。好，好，先去找中介珍珠吧。那我们要先找这个，不然就去找猪人啊，换。哦，也对。可是，知道我之前在拍那个打那个地狱猪人哦。嗯、欸。好像没有告诉他说我有去打地狱猪人。啊？我好像没跟他说我跑去打地狱猪人。跟谁说？跟那个喵。牛梦然啊，对啊，我没跟他讲哎、欸，没错啊，反正地狱猪人你离开久了之后，他怒气值就自然会消失啊。不是，我惹到一大群哎、欸，我惹了大概二三。时间一过就那个了，手贱。是啊、哦，对啊，时间一过他就自动的怒气值就消失了，不然就是有一位玩家死亡之后他就会消失了。没有，之前传回去他们照打。我之前有一次挂掉之后，我就传回去，然后他们看到我，然后爆一样暴打过来，打过来，然后就是开心吗？爽啊，飞起来！你中午吃什么、啊？锅烧面啊，就是今天都在吃锅烧面啊，那就不知道吃什么没。自己煮又嫌麻烦，而且家里锅子现在就有的，有点不太想动。哎，那个要洗啊。我就是因为它，我洗了之后过没几天又变油，我就很懒得洗。什么？又不是只有我在长出而已啊。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我啊！我家还有阿公会煮啊。天哪，坚果曲奇饼干可以两盒半。坚果本来就淀粉类嘛。香蕉果仁饼干，然后我没有桂皮，桂皮送啊。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桂皮要怎么弄，不知道，因为倒是很多那个啊，倒是很多可以做啤酒，想喝吗 ？No， 不爱啤酒、啊，其他呀，啊，其他还蛮喜欢的，可是要看。看你是说现实还是游戏里面？当然是游戏里啊。游戏里的啤酒我不知道。是我不大爱喝啤酒。其实有一些啤酒还不错喝啊。都喝。对啦，那个德国的啤酒对。你要看是生啤还是那个发酵啤？看不一定。我喝的是德国的，德国跟荷兰的我都觉得不错。荷兰的是比较甜，德国的是比较浓。是它冰的话又不会，忘记呢，剩下这三个，好惨。我没有海晶，没有海晶石就做不出棉块。补魔，你的书呢？书柜要不要补？要啊，我现在。
你有没有多的书啊？我记得是有纸。用皮做不就好了？我们皮不是我们骨肉不是很多？对啊，然后我有刀。然后我们是不是又要采矿之旅了？要采矿了吗？差不多吧，我的煤已经烧的差不多了。加油！嗯，我的煤剩下一个。剩一个。对，剩一个。你看我箱子拿啊，它有两子。煤剩一个，青金石剩两个，红石倒是还蛮多的。我家不是有复活台吗？我就是塞了一组。塞了一瓶、啊。对啊，可是就我这里，我说我这里，又不是说你家的。先拿，可以先拿我这边垫一下，对不对？嗯，嗯，嗯。反正，生存服，我到时候你跟莫兰再讨论一下，我也有跟他讲，不然就三个我跟他讲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拍摄太早，现在建筑啊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完善起来，然后活动又只能够在出生点那边举办。你觉得太早吗？对啊，可是我觉得以他现在做，因为生存服其实也是这样。我觉得如果那个的说太早，他主要是建筑太少啊，主要是建筑太少啊。15个书柜，嗯，15个书柜，嗯，啊，斜的算不算？斜的，就是，以附魔台为基准嘛，空一格放书柜、嗯、啊，斜的算不算？斜前方？你说哪一个？你现在站在那个位置的？对啊，算了。2, 4, 6, 8, 10, 12, 13, 差两个、哦。我书本还很多。然后你有看到我剪出来的影片吗？嗯，剪出来的影片。哎，你说哪一个？嗯，最新的那个、啊、大小子。有啊。哎，好像你把不是数值的人给卖了。啊？哎，你把不是氏族的人也卖了。不是氏族的人。嗯。对啊。哦。都卖，全都卖。他哦，嗯，哎、欸，你有给他看吗？还没有，我播给他。嗯，等我。你直接放在他们那个群组啦，然后就会，你们说的那个隔壁就会跑来骂你。不要，不想。No， 虽然说一直念一下而已。不要相信你们。嗯。对，我就觉得很想笑。啊！你说那个人说不要给你交一些有的没的，因为他会他只要有没有事情就会去滑手机啊，嗯，就像那天一样，他会去哦，他是会玩手机的。对啊，然后我跟革命是那种就是战甲会玩到很疯，那就是一直配一直玩那种，把它配到极限。我现在是处在一个、啊，我现在战甲的话是处在一个，就是我全部都要给他玩了，可是我的资源我也差不多，我现在就是缓慢习近平，嗯，你们都不来，都没有人，那没有人有啊？哎、欸，我晚上上线都不关你打，哦，对，有输哎、欸，阿里。嗯，我现在开了这个箱子，里面有12本书，你的，反正已经那个啦，你有足够机会，用，我还有1组多的木炭，木材，
然后我需要去换东西啊。之前说要藏宝石，看它是有几率会掉那个什么？哪个？是海深海深海鱼，深海宝，深海宝。有几率会卖啊，不过不一定。深海哪位？嗯，他很便宜。是厨师啊。长这样，不要，我感觉很诡异。海晶根能够变成粉碎片。嗯。他收玻璃窗东西，可以提升等级。然后我定时还没盖好。嗯，屋顶还没盖好，缺鹅卵石。你去我那边找可以没？我懒。啊，生存服也盖，这里也盖，有点累。生存服那个是不要理的呀，那个是小小。生存服那个就直接放掉了。干。而生存感觉比较好玩。这个也是生存的。问题是你又不常开啊。我说，我就开了吧。我现在在想，就死手开几次而已。啊，我又不能那个。但暗海初始没有办法变成那个。让我查一下，海。哎，我是要海晶碎片还是？哎，哦咯咯，我跑来附魔，要不叫魔魔？嗯，当然就是来附魔喽。送个两杯火焰保护不要，哦，爆炸保护不要，哦，爆炸保护不要，火焰保护干，啊，笨贱，笨贱，都没有我要的附魔哎，难过，都是魔族啊，没有啦，我附魔台啊，我三十等的，哦，这很正常，然后我发现。我之前打那个猪人，还有打那个怪物，生怪量有点可怕。生怪量，应该说我这个才是不正常的。我就稍微回想一下，这个我现在开的这个伺服器，它生怪量一点都少少的，超级少，不是少少的意思。我觉得是故意的。觉得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如果身外量是平常那样的话，可是我开单人的时候也没那么少，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无聊、啊、想要怀疑一下，怀念一下，我就去单人，然后单人的时候，他身外量也没有像你这么夸张，少的这么可怜这样子。说 ，better 吗？再 better 吗？再一百？就这边呢、啊？就是。就 better 买出来。对啊。就只有你的、啊，我单人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的少，真的是少。为什么这么少？就是不知道是因为生态域的关系还是怎样。我在想，可能是生态域，因为这个生态域唯一会出现的就是龙卷风之波。一般来说也会失可啊。要不然，就是我们这边建立一段时间之后。静脉开采，这是什么？静脉开采。嗯。喂。嗯。有。大量
叮叮。晚安。嗯。我用一组力宝石买了很多食物。哦。这样的话就可以做餐了，看看里面。这什么？海带块 ？What？ 原本鱼有怎样？羊肉。嗯，今天好累个。哦。哇！杀回！我明明没有打他，为什么他跑来打我？干！是不是之前你打的那？不可能啊！你都重开服了。他追你，就把他打死呗，不然你怎么办？酱油啊！他不追我了，不追我就好了。黄豆。哦，有了，这了这，干！我觉得我真的要把他打死。鞋子爆了啊！不需要盐，有盐可以做气死，你知道吗？嗯。那我们要先找盐，好，就去野外找盐，顺便打那个东西。最直接的方法。哦，你需要食物吗？嗯？我还27个，应该够了。走吧，我们去找钱。你们要去海底，所以你们要下水。哦吼。去海底啊？对，我们要去海底，因为我已经我的头盔有水加呼吸去关系。你不过我的马铃薯是不是有点少？去挖啊！我现阶段要反而我代办的那个，走吧。我们要去哪里？我在带路啊。我有两艘船，带了两艘船。来看一下哈、哦，四地图，好。The end。联网。啊，收获。哎，我们一路。嗯，应该附近找导弹需要那个。你是想要在附近找呢，还是我们直接跑那个中介的位置？你找什么？那个灯海啊。我都行啊。我们跑中介的位置，你有没有点？我记得有存吧。存哈。那个。记得有。石碑。有一个，你看一下，有一个记录点叫什么 B U R M I R， 人的 D U R D U R， 哦有，旁边走，要传到那边啊？对，这个刀塔位置，旅游塔，不是。再下去吗？我们要不要先回去睡个觉？啊？先睡个觉，然后再来。都可以。可以吧？白天找比较好吧。一个人去就好了，睡觉啊。对了。
去喽。旁边不就海吗？为什么不自己跳下去救？也对嘛。深海龙虾，龙虾可以砍啊，可以做寿司。嗯，可以做寿司啊。他现在在我桶子里面，按、啊、你人呢？我在这边，你后面，边。走不？这好像要潜到。你在我后面吗？嗯。但你不要欺负我，没有那个好不好？哦，海豚可以让我加速。干，你不是有带船，为什么不破划船就好？一定要在水里？因为它有一些遗迹是你如果在海面上你看不到的，并不会看不到好吗？不会吗？只是它会比较暗，你要仔细看才有。然后有一些海带啊，可以写一下。海带可以做成那个。海带呀、啊，海带。好久前啊。啊？上船喽！哎！哇！干！妈的，就因为我是南瓜头，你是要想放弃抛弃我吗？不会抛弃南瓜头。好奇宝宝，干！这边有哪一个？没有哎，有一只黄金狮，保护你。我挖走。啊，武器的样子。保护大火石啊？武器的样子。两个人挖好多。这些黑曜子也歪歪，因为黑曜子可以做的事情，真的。比如说，在这个版本，哎，我不知道，我这个我只有一直按着左键哦。看来是因为太累了。对，你也报道我。开心。岩浆块好像一直都不能做。防御机制的东西啊。哇、哦，一个掉两个。什么？我刚的附魔吧。附魔什么？啊？不是啦，一个英文的稿子的英文。有机会，好像有时候有时候没。交给你了，欸、这边还有一个哭泣的药，摇摇看看，看有没有办法给你。应该是没办法吧。可以的话就 OP 了。变两个。No。哎、欸。倒是我可以。谢谢 TK 二四订阅。也、欸、不错、欸，到时候我可以挖一个，挖一个哭泣的黑曜石，加一个资源。你看，你有看到吗？我挖一个而已哦。好像变两个了。不是变两个啦，他会把。哇哦！这样的话，你这个你的耐久度会不会下降？应该是会。但是还是省。好了吗？嗯，对，走吧，再找找来。是大太阳，台风走了没有？啊？台风走了？听不懂啊？台风断断续续的。台风走了没有？台风不知道。这个一直在海里看新闻。最近我的 Facebook 新闻版面。都被那个吴亦凡洗满了。吴亦凡怎么样？嗯。吴亦凡是谁？不、嗯，这人大陆艺人，现在大陆不承认他是他们国的艺人。吴亦凡
大陆的艺人，他干的啊啊，就这几，他就涉就新闻报很大，我不知道在报什么的，一直报涉嫌什么性侵又未成年少女哦。真的？听不明白啊。然后就只是这样。嗯？是吗？就只是这样而已。嗯。对啊，然后就因为他现在被关嘛，然后一大堆他在牢里面那个事情什么的，好无聊、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在不挖新闻，就真的不用活了啊。对。等一下，我声音真的断断续续，成你听不到我说什么吗？对啊，干，等一下，我很喘，你这边等我，我下去。一下哦，我要处理一下。应该不会只有一个吧？问题啊，嗯，我就不知道，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断断续续的，而且让我重接一下啊、哦、重接一下那个好啊，喂喂，怎么样？有正常一点吗？有 ，OK。现在你我手上有个藏宝图，上面显示哪里？嗯，你靠，先靠岸吧，我给你。嗯，上面藏宝，这是哪里？沙子里面，会看吗？等一下哦，我在划船。你坐在副座的位置有办法那个吗？我可以看啊，但是必须受邀我停下来的时候，对不对？不是，我可以直接看。好，那你帮我们看我们的位置。因为我现在不确定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没关系，上去啊，先上去。来，那个太阳在这边落下，所以是这里是西。对，为什么我一直往那边头转？我头。为什么把你的头拿下来？靠北，不是、啊、我的头为什么一直往右边转？太阳东边升起，然后西下。你头是自动转，然后你会自动看。对啊，为什么？坐船才会。那你把南瓜头拿掉看看。一样。这边是这样，所以是朝这边。不坐船吗？我今天应该这个地图没有多大，应该可以试着游过去。我可以过去啊，然后你在上面看啊。
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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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我刚上去的时候，就一直头都往右边转，往这方向是吧？哎，不是不是，你下来好了，我们两个互换，我直接我开我开。好，换你开车，不要转，好吧，换你开车。我刚讲到哪里啊？哇塞，吴亦凡的事情。哦，他有做什么？说是做了，他就只是就性侵未成年少女啊，只是因为这样而已。然后这个是我们没有记录的这个。哦哦，等一下再回来。嗯。然后他又说他想要逃离，逃到加那个加拿大去了。他说他有那个美国籍。嗯。在这边而已。到了吗？嗯，在下应该在下面吧。那边有一个、哦，我在想是不是该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嗯，你先坐上来。我在想。该不会？你就从这边进去拿。对，我在想是不是这样？要挖一条。真的耶，这应该可以下去。对，坐。啊，你等下怎么上来？游上来啊！啊，这是地下村庄啊，对不对？应该是。我看到铁巨人了，我一个铁头盔。然后这边有一个锻造台，所以藏宝图指的是这边、嗯，应该不是啊，不是。不过可以试看从这边挖过去了。诶，火焰宝物二，穿透二，你要继续带走啊，书跟纸。有讲桌，哎、欸，有讲桌，嗯。我手上没斧头，就叫用打，用手打。搞吃。哦，有不少的书柜。村民呢？哦，黑曜石铁。不要。我们其实可以把这边作为我们的其中一个小型据点。怎么了？我进来。你不觉得这边怪怪的吗？哦，被搞吃，被你搞吃有那个。哈哈哈哈哈！注意哦，好爽啊！哎、欸，挖一点煤，挖一点煤给我，我做火把，方便的。好，你就一路开路过去吧，自动挖土机。看自动挖土机，穿墙机。哎呦，灯笼！注意哦，灯笼可以用，那就好办。看在这里啦。哪边？在这里，你看上面，我头顶，你头顶，这是什么箱子？对，我靠，水龙蛋，海洋之心，海晶沙粒，啊，这张参谋头就没用，丢了，啊，已经没用了，牙仙大，牙仙大，他就一次性了。我们找到水水龙了。然后，我他没有上去有什么？你挖，不然的话我挖又是一片。哦，对，我也这么想。然后你不是缺鹅卵石？嗯，现在有了。等一下、哦，我插个火把。我身上快满了。我已经在放了，都已经满了。它的上面还有一个。箱子，还有一个，两颗水龙蛋，两个海洋之心，我们已经不愁那个了，不愁吃穿了。海洋之心不愁而已，好吗？海洋之心我们超愁的，好不好？然后我们有海晶沙粒，这个很重要，这个可以拿来做盐矿石，可是我们还需要更多，不够啊。嗯嗯。哎、欸，你拿一下这个。嗯、对啊，对对，你看我手上。有什么？你拿什么？我的背包。你是按什么拿
这个拿一下。为什么今天穿不上去？变瘦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方块冲突？方块冲突？我猜啦，是不是？好，拿着盾就可以，不要双手，不要双手都吃东西就可以。什么意思？都拿完了，啊、都拿完了。你做什么东西？就单让单手，单手 一手会有拿东西，一手没拿东西，然后再去用收那个背包就可以。干走，箱子干走。是。然后这边。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嗯。说放在地上，说怎么样可以拿？你 shift 右键呢？ shift 右键， shift 右键就飞起来了。不是，我会这样。What？ 欸，又飞去，又飞上去了。所以刚刚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一回事？什么鬼？什么鬼？看不懂。不对不对对对，我没有，是这样。你看我现在没有拿盾牌。你看我现在没拿盾牌。有啊，然后我看你有啊，我看你是有的，这样嘞，没有拿了吧？没了没了没了，还是一样，见哪里？见鬼了，见鬼了，真的，哦，到底什么鬼？把藏宝图拿去烤了，已经不需要了。好了，这附近还有什么东西呢？就村庄嘛，啊，你藏宝图给我干嘛啦？没有啊，我没有丢给你啊，我是丢到那个上面。我们大概这个地方应该没什么东西了吧？顶多就是一些书柜可以拆回去当那个附魔书友的。可怜村民，没有村民啊，这里。啊，还有响，这里是什么？我这个收过了。下面没带斧头，没东西，我也没带斧头。刚只用手打，哦，这边，就是一些书柜啊。你可以打把书打走，但是我很懒，所以就算了。他没在这边啊，另外一边，嗯，他们在做什么？这里是什么房间？嗯，怒。什么东西？棺材啊、哦。棺材。是不是？看起来有点像。哦。你去动人家坟墓？哎呀，我经常这样做的。然后有一个酿造台，干嘛？甜菜、萝卜、小麦，错啊！马铃薯。这边有书，表示说这个地方会。这边是书柜。这有很多有面包，面包可以做很多东西，它可以把它变成汉堡。为什么这边红红的？红本书什么东西？应该是你开光，应该看不到。等一下哦，不要随手关门啊，养什么好习惯？哪里红红的？为什么不要随手关门？好奇怪呢？没有，只有一些皮革装而已。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下楼？还有下楼？有啊。哦，干嘛？僵尸针呢？僵尸。大箱子，更多的面包。僵尸。两颗绿宝石。哇，赚到！还有下楼？
嗯，还有。看来这地下村庄做的不错嘛。哎，对了，如果是这种地下村庄的话，你们也可以写，可以写入。嗯，写入什么？是做地下村庄来啊，哦，对不对？还可以做支线，一些支线什么的。箱子你都收过了吗？几乎都收过了。下面呢？还没有下去过。然后猫而已，灰猫不可以啦，这样会被动保人士逮捕。这里倒是还没进去过了，这里没有东西。哦，走啊，都没有。哎，欸，我怎么今天会这么弄容易被吓？傻眼啊！在想，喂，你不是经常被吓吗？我要准备回去喽。你在哪里？往回去的路走啊。这里啊。白天，这边还有门，这边还有一扇门。我想应该，我想这个地区是安全的。音乐唱片，哎，给他们一把铁剑，让他们增加守卫。那个村民过来，你有工作了，哎，你已经就职了。钻石斧，带走。传说是有已经耗耐久了，真的假的？这种地方居然还会有东西哦！这边还有下楼哎，怎么那么多？这个地下村庄也太大了吧！这里还有啊，我感觉像是未开放区。没了，水塘儿，木桶，山鲑鱼，蒸鳕鱼，两个小麦种子，可以吃，可以回去做海鲜料理。哦，好久没吃海鲜。这边呢？完，没有。灯，花岗岩，灯跟火把。好，走吧。我们是不是这边还没看呢？那边还有，还有啊，我被黏住了。那你到底进不进来？那边我在堵水。吓我一跳。这里是牢房吧？废弃的吧？啊，干！我收到重生点了，靠背。难过。有东西吗？食物啊，我在干他们食物。有一颗绿宝石。有书。到底了，剩两间房间。哎，还有通道，没东西。好，撤。蛮大的这个地方。嗯。然后我先找个音箱，我要丢的是太多了。你可以直接丢到箱子里面。我先上去哦。嗯，出来了。我继续找盐。
保健体再来你病有用了。你大蓝吗？嗯。有什么用？你来呢？在你旁边。嗯？你说可以做怪物笼，对不对？嗯。然后把你关在里面。你是没被揍过？我就每集都要问一次呢。对呀、啊，都变得好烦了、啊，对不对？每次都要问。妈了，我等下我下次就不问，我就直接走。流氓。嗯。流氓。没有啊，流氓才会说你是不是每次没被揍过吧？比较善良的流氓。我看到海底任何海底遗迹吗？我看到下面有点亮亮的。应该是那个藤壶吧，装饰品。是吗？我是说下正下方。要么就岩浆洞啊，要么就藤壶啊。哎、欸，是岩浆。有洞。是。是岩浆。好吧，我错了。那这边呢？也亮亮的。也没有东西。你要找的那个城，基本上很容易看了，从上面看的话。上来，到底谁流氓啦、啊？上来，感觉好像很喜欢听我哀。哎，好吧，不就是上个船吗？哎，叹什么气？叹气嘞！有些那个海底遗迹，并不一定是那个大城。它反而会是有什么，就是小型的。对不起，打扰了。哎、欸，不要挡住我去路嘛！比如小型那个只是沉思的农场。哎、欸，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亮灯？有。你可以把它赶走啊。它会不会变成我要的东西？我教。不会。那。然后你旁边有城市，你干什么啦？哎、欸，发小，就说这只是城市农场东西啊。哎、欸，有，哇，太多水鬼了吧？水鬼特种部队是不是？是。操！溺水了你！哇，剩这么多，因为有生怪专子。没有吧，一般是不会有的。然后有可能有藏宝图。不一定没有啊，之前那个叫什么？你后面还有两只哦。我这个好像是。啊！我没气了。拿。喂、欸！等一下啦。那么急干嘛、啊？你们这群会游泳的混蛋！看他们游泳的速度也超快的，加油！哎、欸，对哦，你还可以做海战的那个 RPG， 你们 RPG 还可以加海战，对不对？海战。对啊。什么海战？海战。哦。有个箱子，人家什么都没有。这边感觉就是有海底遗迹的东西啊，没有好吗？还真的里面呢，就没有。它、啊、怎么会有两个灯？不然就是冒的东西啊，一般不会有。有吗？没有哎、欸。啊，有空气吗？没有哎、欸。好，快跑。把这个也打掉了。我旁边放东西。他没有，好满好满。他有掉三叉戟吗？没有。烂游戏。三叉戟好像很难。三叉戟是做出来还是掉落？掉落。他没办法做。对。海晶沙粒。
海晶沙粒可以耶，那个海晶灯可以做成海晶沙粒，它也可以把那个下界合金锭合成我们要的那个要的锭。好，继续找吧。是我开啊？对，我就随便开了啊。嗯，基本上这里不太可能有。我也觉得浅滩不可能有啊。对，尤其现在又是晚上。可是晚上很容易看清海底啊。也对、啊。那是什么？应该又是那个沉入海底的地狱门吧。你有水下呼吸吗？有的呼吸啦，只是最好大。哇哦，这里是哎呦，什么声音？被攻击，被那个烫到的声音啊。那个应该可以拿吗？我在我。你会往下拉，是因为那个下面有那个岩浆块，按着 shift 就可以在它上面。哦。啊，也可以呼吸，按着 shift 的话。海晶石。海晶石。看来得到盐呢。看来找到你要的盐之一了。盐？你说这些东西吗？对啊。可是我要的不是这个哎、欸，是海晶沙粒，不是海晶碎片哎、欸。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东西、嗯。这个可以补哦哦哦哦，这个可以补足你的空气。对啊，记得站在上面按 shift 才不会受伤。为什么不会受伤？嗯？为什么不会受伤啊？为什么要会受伤？是为什么 shift 就不、啊、为什么 shift 就不会受伤？你问他，游戏作者设计的。可以上去了吧？这里没什么东西。那就上去、啊。嗯，有上去。我先吸个空气，吸饱再上去。我还可以慢慢撸。我本来以为水下呼吸是可以直接那个的。直接不用上去，不用呼吸是不是？直接没有呼吸问题。看，我之前不是做了一个不用呼吸，不用那个做了一个吊坠，他就不用那个吗？那是之前啊。干嘛？上去啊！我来看看。哦，这个光影好漂亮，让我乌黑漆漆一块，我什么都看不到。我的头又开始自己转视角了。那你就直接 F5 就好。哦，又有海晶灯。嗯？是新东西吧？欸、不是、欸，是传送石碑、欸，海底耶、欸。嗯，下去。是吗？哎、欸，好像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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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箱子而已。然后有钓竿呐、啊，有吃的啊，喝的啊，干的啊，干的。这个我要打走。提供机。有水鬼在你旁边。我听到了。好，我在想这下面可能有，果然有生怪砖，挖掉了。上山小蠢啊，走开！来妹，我怕你哦。可是我们一路看到的都是这种小型的。铜锭，啊？为什么会有铜锭？铜锭就沉吃掉的。它会掉铜锭哦。原本是原版的话会先掉金锭。早知道不敲了。
这边亮亮的。啊，可以，下面亮亮的。远处的岛上也亮亮的，有看到吗？远处没有。右转，右转，右转，右转。对，对左岛，对左岛亮亮的。哦，那边有灯呢，你看看。村庄？哦，不是，不对，不是，不是村庄，是不怀好意的那个。想去吗？可以啊，如果你觉得打得过的话。下面是什么？那我觉得要等到早上再打，不然就直接偷袭他们的营。差不多该买中介公司了吧？买。打。继续找。你的剑啊，我的剑有掠夺的说。嗯？我的剑有掠夺。嗯。我可以。现在一千三。那边有两个箱子。好，去一趟。Wait for me。你去吧，我身上已经快满了。包包也已经满了。哦、你有下去哦？我再下去啊、哦。靠，我身上满了。还有迷之炖菜，迷之炖菜。哎、yep ，话说回来，如果要捡起那个，是不是要那个？那个？如果要捡起那个三叉戟，是不是要空手？捡起三叉戟不是啊，那个只能够打怪物射出去是捡不出来的。我还在看东西，你别穿小不搞。派，就派。这是什么？嗯？我上来。我拿到米耶，为什么会有米？米。抓米。喂、欸，好，我上来了，可以走了。看一下我们在哪里。刚刚还有看到一个地方亮亮的，在哪里？我需要，可是我身上满了。需要找地方靠岸，然后放包。我们现在在哦，在那个在附近而已，离中介不远。不远吗？嗯。哦，看到亮亮的了。前面有树林。我看一下哦。哦，是中介的另外一个方向。他妈的！一上来就两个 creeper， 真的。哎，我按。喂！嗯？怎样？你被炸了。我被炸？你卡住了啦。哇！红灯。Yeah。直接红灯比较快啊。船还在不在啊？嗯。我怎么上岸呢、啊？我在岸上等你。妈的，过来啊！嗯，哦，天亮了，在载入地形。挂了，好了，附近没怪物，可以稍微安心一下。嗯，我整理包没突然没用，各种故障是吧？嗯，开始各种故障。这个弓不要，没有用。
船在你身上吗？船没有，应该是刚刚被炸烂。被炸烂的。我们两个没有共同的东西啊。共同的，有这个。黑钥匙给我吧。然后骨头放我这儿。你要食物吗？没有，我不缺。好。去拿补了。那个还有一艘橡木船。话说回来，海晶灯既然可以打碎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可以跟村民要了。这样的话，岩块基本上是有的，可是数量不多。总比没有的好，怎么死在这东西上？哎，对，回头，我看到了。哪里？可是感觉像是遗迹而已呢，不算是那个吧？你跟我这个方向。哦。你有看到是海底有一个亮亮的地方吗？哦，有。诶，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对对对，也太多了，也太多了吧？太多什么东西？海神庙诶。那好像就是小型遗迹啊，什么东西太多？我跟你脸，哇！哇！舒服。等一下，好的。好了，我进去，我进去。早知道带海绵来了。为什么你有尖刺？哪有尖刺？我在。你刚获得了个什么尖刺？哦，这个啊，我拿到三大体了。哦，嗯。哦，会在下面吗？啊，当，有哎、欸，有什么？可是下去，要上来会有点麻烦哦。没关系。等一下，请问一下，我怎么游上来？旁边挖掉啊。哦，我身上没搞。红石，我找个地方可以让我呼吸啊。往上挖，有吗？钻石两颗，靠腰。贯穿，别再挖了，别再挖了。我不挖，我好像也没办法动啊。等，你挖，下面还有，等一下啊，靠背啊，刚才你怎么把上半段的什么都挖掉？好摇，嗯，等一下，我在控制那个水，啊，好，应该没问题。下面还有路，比如说我刚刚看到下面，靠北，没关系，海晶灯有，附魔书耐久一，好吧，很烂，但是还是可以。四叶草，四叶草可以干嘛？可以做药水。小心啊，我那个防守被丢，还是对你被丢了，对，更加幸运，不是更加幸运。拿到幸运草，可以，他可以做那个幸运石。海晶海龟壳，海灵石哦，海龟壳可以，海龟头可以那个。你刚刚讲话好像有点奇怪，有点奇怪。海龟头，哎，我到底在干嘛？我完蛋了！哎、欸。
你那个包包放一下。要被十八禁。不会怎么样，就说是你讲的就好。干。我包包。嗯。在这边。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放什么东西可以放啊？哦，但只有少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粘土？可以合一下吗？石砖可以不用哈。嗯，可以。石砖可以不用哈，我就丢掉。可以。你现在肚子会饿吗？还好。来帮忙消耗一下。因为我满的。拿一下，拿一下。啊，你是满的。满。都要满的，那你帮我帮我消耗一下。而且你手上那个东西不好啊。神秘的盾菜，不要。哦，啊，会中毒十秒哦。干。每一个盾菜的效果都不一样。每一个盾菜的效果都不一样。嗯。等一下，那我再吃。现在不服了。我拿到的。鹅卵石你要嘛，对不对？这个对。铁栅栏呢？铁栅栏你那边有没有？我记得我没有放，但是你包包里面有不是？我有啊。然后会有多出五个空间呢？丢出五个空间，这边有一个机关，这个应该是四个。剩下不是说很重要，没关系，我把食物的部分消耗一下。好，再来是第三个箱子。红心圆的，这是什么东西？这个附魔没看过。然后还有火药。把那个敲掉，等一下就可以游上去了。有钻石，这个穿透三，穿透到底是什么功能啊？嗯？穿透到底什么功能？贯穿啊，好像好用。然后上面的海晶灯干走啊，上面。哦，对。够什么？听到什么东西快掉？给你。啊？那个，用手打好像比较快。那个有吗？刚才弄到一个海龟的那个头盔，结果它是零趴，就游到一半就直接砰断掉了。它明明可以那个的，太好了，我有盐了。阿姆瑟瑟，艾米，嗯，往上游，往上啊，直接往上游了，可以出去了。水母哎，我怎么卡住了？靠腰啊，输入法靠背哦。水母没用东西丢，哪里有水母？我旁边而已啊。旁边？嗯，没看到啊。哎，这个、哦，嗯，水母、啊，哦，我装装看，会痛，半剑，别打死，打死，半剑，哎，哎，掉了什么东西吗？真的是半剑，是什么？水母哎、欸。等一下，多打几次。好像可以，水母我记得也可以做餐呢、啊。海蜇皮是不是？我不知道哎、欸，水母是水母，水母通常都是什么料理？嗯，就海蜇皮啊。海蜇皮，我来看一下它有什么用。好，我们可以准备回去了。倒塔吧。欸、不是哎、欸，水母是
水母是拿来酿造的，它会变成平凡的药水，没有效果啊。啊，那边又有一个海晶，又有一个，又有那个下面，我下去看看。小心，应该有一堆啊。没差了，我的天了。然后会有一两个藏宝箱，有可能有藏宝图。有一个藏宝箱，然后旁边一堆。哦，这边台中又下雨了。哇，这是哇，好多，好沉思雨吧？哦，沉思雨耶？什么叫沉？什么沉思雨？好，我不是讲名字，沉思下雨。啊！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快穿身啊！太痛了，太痛了！哇！我抓，我又捡到一把了。回去给父母。再让你们见识我的绝技，在海里吃面包，面包还不会湿掉。风声响。真的、啊？给看看麦块这个游戏有多么的神奇。那边还有这个好，这个好浅。有没有藏宝图啊？没有但是这边还有两个，有一堆的海怪。我觉得只有在我知道了，我觉得只有在特定的区域才会大量生怪。我们那个地区算是少的。有宝箱，我看看啊，你有什么东西？有藏宝图，有啊，现藏宝图。上来，先擦火把，擦亮一下，那个东西放一放。No。哦，谢谢。多了一把。然后等一下需要有弄这些东西。啊！干！你按 Ctrl 加 Q 就好了。好，东西放一放。东西其实不用。看看这也是薰衣草对啊，你拿一下，你应该会获得成就。其实稻草可以不要，泥土也可以不用。你那把光掉也可以不用吧？你身上不是就有？那把我丢掉了，我早就丢掉。你背包里面，背包里面有一把，他怎么还在？这个位置是不知道是哪里的。我看了。你先看。看一下哈。真假？嗯，水母经过那个，经过熔炉一烤，它会变成那个史莱姆球。对，那就多打一点吧。刚刚那边的已经都被我打掉了。海之眷顾是什么东西啊？钓竿的东西。它的效果是什么？增加哇哦，小心增加钓鱼的机遇哦，好像有用，穿在你身上哦。
船在我身上，是不是？没有啊，没有在我身上。那船爆掉了。啊？是哦。不然呢？啊，那边怎么有一个通天水空岛哎、欸？真的耶？这边收完了，要过去吗？走啊！趁说我的东西已经满。我也是，我已经快满。顶多是在找一个藏宝箱而已吧。先去看一下空岛。你要那么黑，你就别选石碑、蜘蛛。不会惊。是水柱哦。嗯。这下面是遗迹是不是？下面。看起来是。我们先上去，先上到那个。他这个。他这个岛是没有那个岛，哪个？这是模组还是 bug？ 模组 ，bug 这么屌？太屌了吧！耕地， What? 西瓜，这是村庄吗？有，对，有人哎。加 game， 那边一个、啊。我的妈！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当身上有方块吗？没有。Arise， 我可以用吧？留一点吧。只有22个，不然就拿铁栅栏用啊。铁什么？铁栅栏。铁栅栏。只是就走路小心点而已、啊。好恐怖、哦。像海晶石，我先带一点，两个唱片也先丢掉。啊！你觉得我们要经，你要不要把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新家？我才不要！哎、欸，这个其实可以。You know。也就这边而已啊！啊，过去的话要那个，等一下哦，跳啊！你干嘛？我回来了，上面有叶妹。不是，为什么村庄会设在这个地方？哇塞！到底什么模组啊？我也不知道。OK， 我感觉很神奇耶，这个。对啊，会不会有天降村民啊？不会吧？这是什么？上面写什么？没东西啊，没东西。有看到石碑吗？我在看呢，在找。那我先挂个灯。照理说应该要有，而这是模组的村庄，我就不确定。有个未点燃的萤火，不过这也太那个了。这样的话，他们可是会摔死的、欸。高炉，有看到任何一个长得像村庄的东西吗 ？No， 就只有村民像而已、啊。有什么？我们突然有一种妈空岛生存的感觉。想玩空岛生存吗？这里不就是吗？哎、欸，那什么？这
怎么样？有看到吗？嗯？有看到吗？火旋跟在你后面而已啊。应该不会掉下去吧？不会啊。但是它只有跌东西会掉下去而已。我觉得那种一条的好恐怖啊。没有哎、欸，没有任何的。然后那边有那个箱子、欸，哪里？前面。前。哦，你说那边哦。嗯。对，这个不知道怎么弄了。干。西罗干。哎、欸。哎、欸。是有多怕？怎么弄啊？这个很抖，他妈的就哎、欸，手在流汗呢，靠背哦，很抖哦，手湿湿的。哎、欸，这边真的是，真的他妈名副其实的空岛。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到底在哪里呀、啊？这边到底在哪里呀、啊？嗯，哎、我们这边离城堡是多更远？等一下，这边有，你觉得上面长得比较像，奇怪？喂喂，等一下啊、哦嗯，等，我堆过去，我想看一下。如果不是的话，就真的是我弄错。而且我觉得这个地形好奇怪、哦，我这样设计。你如果往下看的话，你会觉得怪怪的，就感觉像是这一个村庄浮起来的那种感觉。哎、欸，哦，有这个，还差不多。嗯，哎，哦，你在干嘛？没事。这个上面有什么吗？这什么桃花心什么什么木曲奇藤蔓不给饼干藤蔓可以干嘛绿宝石楼下有一个箱子哦我现在包包满了绿宝石跟那个的箱子 OK 从这边看起来是没有任何一个有那个的好所以我们可以准备下去了嗯因为这边根本就不是我们原始的家我还想说，你要不干脆叫你朋友，我绿宝石。嗯，要不干脆叫你的朋友，叫你那个朋友，干脆把不要做 RPG 了，别开这个啊，开这个玩不玩、欸？再做一个 RPG 系统就可以了。干累个要死哦！啊，不是买了强大的主机吗？主机再强大，要容纳多少人也是一样会累个、啊。靠背啊，不小心把路堵上了。不小心设置重生点了。嗯？不小心设置重生点了。我像，好下去啊。往下游。啊！太快了！你就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我就这个在皮呀、啊，在皮呀、啊，很爱皮嘛，对不对？看，啊、嗯，很皮，很皮。那个，我的尸体在哪里？下面。还好我身上重生，你不是在楼上吗？对啊，我就直接下来了呗。看一下附近有没有敌人呐、啊？有啊，有库里帕。帮我处理一些。我已经在处理了。哦，好呛啊！而且我还没穿裤。我也没穿裤子啊，我裤子刚爆。等一下哦。刚刚有那个神秘的这个嘛，
哎，等一下，感觉格局，故意吧？哎，不是，这个，我怎么觉得这个像是，我好像看懂了，这些道路的部分全部都在地板上，但是房子跟村民全部都上去了。嗯，这是某种，不会像我们做某种诅咒吧？诅咒？对啊。所以嘞，你不觉得这个石砖的道路就跟那个一模一样？不觉得吗？要么就是 bug 冲突引发 bug， 要么就是故意做这样。可是通常 bug 的话，这边会一定会应该会断层。我觉得是 bug， 也就是说，传送石碑很可能在地上，然后我现在身上他妈满满的，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啊，把这个神秘的盾牌吃光，我看不见了。恭喜你中虚弱效果，好神秘，看不见了，几秒而已，几秒而已。OK， 我刚刚从那边看到一球一球的，要不要看一下？一球一球的，这里，我这里。这边，嗯，有没有看到？你说那个石头啊？嗯，是自然生成还是？应该自然生成，应该。你是说可能没管？嗯，我来看看。鸽子。牛，反正我觉得真的是 bug， 然后才会变成在上面。当然，我也没有打算要去救这些人就是了啦。要救他们，要不用水把他们冲下来？他冲下来之后，他们要住哪里我就不知道。这是木屋，可是我觉得上面没东西吧，就只有一个箱子吧。有没有传送石碑呢？我看看就知道了。你很累的吗？你现在61，现在还好。有感，我刚刚差点直走。介绍面有一个，你上次有叫我，有跟我上去另外一个过，有啊，通常那个规格都一样。嗯。嗯哼，我最喜欢这种建筑了。你来建，可是有石碑，是很累，有石碑哦。有。Yep。那宝箱吗？不是。有。染色。矿物的你有没有拿？有。可是我现在背包很满，你背包也是满的吗？对，看看我的，有一个，有一格啦，你就看要塞铁锭还是？嗯，我这有半组铁锭哦，那你可以往这边塞。哦，金锭也可以，我们要不要这边拿一拿？我们就先回去。嗯，因为盐已经找到了，我现在缺的就只是珍珠。另外决定一下，我们晚上要玩什么？是要继续玩这个，还是玩 Warframe？ 嗯，看你咯，因为我蛮无聊的，其实。你不玩这个，我就只是回去生存而已。嗯。等一下，哎，成。啊？怎么了？丢。放背包满，走，回家，回去了，回去放东西 ，Let's go， 好满哦，海晶石留下来，包包先放着，
身上超满的。然后他妈的，我的指令包包坏掉了。它不是暗的吗？对啊。按不了啊。我会自动整理哦。对啊。他讨厌你。没有。没有。学屁。怎么学？哎、欸。啊。哎、欸。嗯。变色又可以用了，为什么？整理包包坏了吗？下一次哦。您经常坏掉、哦。你滚。拿了一堆钓竿。嗯，好了，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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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啦啦啦啦。事业，哎、欸，你有在弄，你有在搞酿造吗？嗯，看起来有吗？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才问你啊。现在没有啊。为什么不弄？我怎么弄？你弄了我就。你弄了我就可以丢给你啊！干！为什么要弄？我不要。懒惰。爽。舒服。这样。我要做一个钓具箱。钓具箱是干嘛的？你有多的箱子吗？有啊。给我一个，嗯，安小丽，那你工作台呢？边，嗯，我要做一个，但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东西，这有什么用？钓具箱。好啦，钓具箱能干嘛？有吞鱼吗？好在。哦，你把钓竿放进去。哒啦哒哒哒啦。哦，是。水母拿去烧哦。嗯。我这边的这些鱼，你有没有要？鱼你就放到海鲜箱里面就好了。海鲜箱。对啊，有一个箱，有一个食物箱是专门放鱼的，你找一下。那等一下吧，去整。有一个中，我找到一个中介珍珠。嗯？那个传送石碑，传送石碑，传送石碑，那个怎么做？请问一下。羽毛。传送石碑。嗯。不好意思，传送石碑怎么做啊？要几颗？啊，要四颗哦。干，我还缺三颗。七，怎么办呢？乔，你到底在干嘛？不知道，我不知道要几颗啊。白金沙粒加上水桶，五三水桶。那我的铁桶去哪了？更不会中头了。嘿，然后找找。
如我猜这是什么？决定三个，啊，这是什么？玄武岩。嗯。岩矿石，然后呢？保护获得两个，可以，后面再加。很好，确实有岩了。可是我这样，哦，好吧，是可以。那我要跟村民购买大量的海晶灯了。你有水桶吗？嗯，水桶。有啊，有。我要做盐。嗯，过来啊！哦，谢。然后可以请连续来弄。小补，我的酷酷，酷酷上小补。有了。你那边有海晶石吗？海晶沙粒。No。好吧，剩七个。我们有27个盐块了，嗯，哦，终于算到盐了，累死！盐比我想象中的还麻烦。燕妹为什么在我家啊？杨燕妹，花小，花小。敢在我家生呢？他怎么飞进来的？进去之后开不开心，意不意外？我在这里等我，笨蛋！早死啊！好弄死！汽车。然后，哎，气死要怎么？看看气死！啊，我的食谱书嘞，在这边。火灾。气死！我回刚刚那边啊。哦。如果说我直接把这一棵树砍下来，会怎样？你试试看啊，我是没意见啊。哦，不要了，这附近还没找到另外一个村点呢。附近如果看到那个的话，如果看到有果实树的话，就弄一些回来。
大概弄两个吧、嗯、看有没有柠檬啊。然后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该结束了？结束吗？我在想，哎，豆奶，豆奶没有啦，因为差不多。嗯 ，Hello， 啊，你刚刚讲什么？我在想是不是要做别的事情，就是做同事，要不然就是中场休息，然后晚上继续这样。那你看，因为我最近玩其他游戏玩得很糟糕，我有点没信，没自信。玩其他游戏？对啊。玩得不尽理想，有点糟。就一波一波的。啊？一波一波的，就像怎么讲？我打LOL的时候，有时候也手感不好。我最近超糟糕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想吃蓝姆葡萄冰淇淋吗？不要。听到什么？我就是先拒绝再说。蓝姆是蓝姆酒。哦，蓝姆酒你知道吗？知道。也就是说，用蓝姆酒做成的冰淇淋。哎呦靠！差点被熊攻击、啊，我差点被熊攻击。然后，哎、欸，你被揍了吗？我知道是你欠揍。你被揍了吗？没有。真可惜，我又看到那个假的商人，假商人哦，点他，踹他，点他，他有掉什么吗？通常他不是会掉很好的吗？没有，没有，没掉，嗯，没掉。我要赢了，耶、盐、牛奶。跟黄振国，看起来有烟你就开心了。当然啦、啊，可是我觉得他耗的素材，他的素材不好找。又是，哎、欸，怎么还有个石碑？生肉吗？有，然后哦，家里的牛奶用光了，嗯，一桶，那就别用下去，把它全部变成芝士，这样只能做一块哦，好烂哦，你说气死哦，对啊。一桶牛奶他妈只能，然后加一块盐，这样只能做出一块芝士，你好抠哦！一般来说也是这样啊，正常啊。有必要争到这种地步吗？没关系，马上做一个你会流口水的东西。我会流口水的东西？对，你应该会喜欢的、啊。我找到第二个另外的地下村庄了，真的假的？嗯，但是地下村庄不会有那个啊，这个补几个？补五个。哎、欸，我有生菜吗？生菜有，我找一下生菜。生菜，哎、欸，在这边。河鲈鱼。没有成熟的生菜有。
家这拜哥拜哥。宝地。水家平底锅，水家平底锅加面粉。水家平，我的平底锅呢？我在那边。又是掠夺者吗？是人不怀好意。哎，面粉在哪里？在这边。吊身猪肉的掠夺者。铁巨人走开了，不要挡在这边。哎，打口呆。我们来进攻掠夺者阿家哦。嗯，攻得如何啊？他就一只小尖而已，就几只感觉就。哦。村庄。野牛。哎。是怎样？三。空岛铁匠是铁匠铺是不是？这你们上得去？我觉得有鬼。好了，我做好了墨西哥卷饼。哦，听起来不错吧？嗯哼。好，接下来因为没东西可以做了，所以我要撤。干，没办法、啊，满了。话说，找找看有没有中介珍珠嘿。嗯。啊，高塔上面应该会有。嗯，可是我刚刚有看到一半截高塔而已，掉下来的，对不对？半截的，一半，半，嗯，还会有一半的，我不知道，反正就看到了。啊，头嘞，就是没有头啊，只有脚，还有无头。金砖。黑曜石金砖，更多。嗯。啊！我也要回到刚刚那个位置。我应该走的有点远哦。嗯，没关系。看一下哦，乌鸦 RA， 下雪啊！为什么是在雪地？哦，这里是那个啦，我知道我在哪里了。嗯，我在我们那个从地狱门出来的地方。哦，我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传说边啊，还是？算是传说边吧，不过我已经下来了。我一直很好奇，那个附近有一个建筑是干嘛的。我、哦、是巫婆，靠腰。巫婆居然在冰上，
冰上，对，它在冰里。哦，不摇不摇。哇，你有地方睡觉吗？等我一下呗。那我其实不太想睡，有点想练等。你要练等？我这边都是冷气，那怎么办呢？往回跑，跑村庄。这家的巫婆没有那个。所以你传到哪里啊？就巫婆，就是 R 开头的 Razor 什么的。啊，开头的，你要传吗？等一下吧，我先睡，然后等下传过去。嗯，传送石碑，你说 R 开头的？对 ，R 开头的，我先尿个尿。这里吗？哎，我回来了。嗯？你过来了吗？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个。那个叫什么 ？Razor。Razor Ring。怎么拼啊 ？R A Z E R A R K。哦，你现在就在这里。你在哪里？你在塔上啊。塔上下来。嗯？有没有？看到有人在射箭呢、啊，等一下啦，我看到了，看到你了。嗯，好，有没有？这够没？浪费剑，射不到。浪费剑，这边都是冰啊！哎，你什么时候发现我在射箭的？你刚想完之后，马上就在对那个塔是一直射，一直射。我想往中介的路上走，然后看看能不能附近看有没有塔什么的，看能不能找到中介珍珠啊。虽然那个中介的记录点我已经记录起来了，我觉得。有一个那个是最好的。八十一，怎么八十一？嗯，听呢、啊。哦，因为这个地方之前来过，所以你应该不会太卡。有路标，哎，有高塔。可以上去看。哎、欸，我的水桶在你那边。哦，对不起，没有桶，被我用光了，被拿去做面团了。桶子也不见了。没有，没有不见，就是变空桶而已。所以你有带在身上吗？没有，没关系，我会一路挖上去。那就只有你上去了。啊！我挖会一整个，你不用挖，你就顺着上来不就好了？我就已经在挖啦，只要跟上来就可以了。问题是我跳不上去啊，我这要怎么上去？你说你跳不跳？三个、欸，
啊，三个？我不是有挖一个？哎，两个，差、一个。哇，我没有带包。你有带包包吗？有啊，来放一下，放一下，放一下。哎，好，这样就还剩下，可以了。这样的话就还剩下一个。嗯、你放，你放了？放了。嗯？你确认一下。哎，怎么不见了？我好像看着就是没有，我好像看就是看着小黄都没东西啊。你跟我说有放，啊，那珍珠嘞？我不知道，我放了，我放了，还是因为你刚刚是用珍珠右键？我没有。嗯？喂？我没有啊。OK， 怎么会不见？你身上嘞？没有啊，我身上没有啊。怎么会这样？不知道。干，我不管，我明明就有捡到。我直接作弊，拿出来。靠背啊！不是啊，我明明就有拿到啊，明明就有拿到，而且有放进去呢。嗯，不知道。欸，怎么按啊？嗯？怎么按那个？你作弊啊？哎，我拿，我拿。两，两颗。嗯。没道理啊！放进包包，直接给你消失。那、哦，丢出来。你看着哦，放进去，好。有了，啊！莫名其妙，往回走，还是、啊、往回？我方向没有没有，居然方向可以乱。我知道，这不是你第一次乱。另外一个高塔马上看到，什么地形？啊、好怪哦，一堆球啊！花岗岩，你有丝绸之处的吗？没有。哇，真可惜。没办法，没办法做冰淇淋。冰淇淋？对啊。有雪啊？不是雪，是冰。冰淇淋的话是要用冰。这是什么？啊？哎、欸？是什么？木棒，开头在哪里？后盔里面。开头嘞？这里。色宝。我决定先去高塔那边拿东西，我再拿。我觉得有鬼。上个高塔啊？可恶，好像对高塔也没有兴趣的你，现在不是啊，我要中介珍珠啊，不是要做石碑吗？一二三，跳！看来我这样怎么上去？可以挖掉另外，应该可以靠北哇？对，我挖掉会，你知道的。那就不要挖。哎，是同一个方块会那个吗？嗯，同一个方块。那你挖没关系啊。你只要不要挖到那个正中间的石砖就可以了。等一下我就怒挖。我记录好了，然后三，中间都是一颗，好，四颗了，我可以做那个。但上不去啦。上来啦。上不去啊。等一下，我去。在哪里？
送给了。我脚太短，这样可以吧？哈哈，你说我走上去，你现在给我上去看看啦、啊！哈，你现在从这边上去看看，你就知道了。跳起来，跳上去，跳一下，跳一下，最好是上得去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先把盾拿掉。好，靠北哦，算算算算，你上来，你上来，你上到最上面那一格。啊，你上不到啊！你等一下哦，不要动哦，进去，进去一点，进去一点。嗯，上不去，上不去。你下来啊，不要急。好吧，我现在懂你意思了。想欺负我脚短吗？哎、欸，好麻烦哦！用你的稿子把这个、挖掉算了。哪个？挖这个海晶石啊！欸、等一下，我要先爬好楼梯，不然的话被那个……那、啊、你就那个……哇，这个很长哦。然后等一下哦，不要动，这样可以吧？然后再这样，退一格，退一格，退一格。我们可以。我还以为你在考验我。考验。考验感。记录之后先回去，还是你要待这？嗯？你要睡觉？没有没有没有，直接回去，直接回去。两个人都回去，然后你把中介珍珠给我。No。四个中介珍珠，然后嗯，这边四颗，然后紫色染料四个，一个绿宝石。你有染料吗？我看看有没有那个紫色的花，好像有诶、欸。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有。看。那、no。嗯。紫色染料。不要而已。哦。好接。有了。好。四个中介珍珠，四个紫色染料，一个绿宝石。一个绿宝石。传送石搞定，接下来三个黑曜石做铺底，中间传送石，然后用你要的材质，石砖、砂砖、鹅卵石都行。他那边是在雪，好，没问题。来，鱼送你。盛哪一箱？我看。哪一箱？哪一箱？海鲜的那一箱。这箱。有放鱼的那一箱就是。我看到了。好，传送石碑做好了。然后那个干走，这又是什么？然后睡一觉，你就起来。OK。这个有什么？什么东西啊？哦。树苗放进去，欸，这个四叶草你要不要啊？嗯，可以不能干嘛吗？就幸运做幸运药水用的，留着吧，你应该会比我早用到。然后已经熟的幸运草，熟的鱼就直接放。
看来来了，我回来要暂时不动一下。好，那我顺便让我做点菜。嗯，看来要先停了。啊，要结束这一集了吗？应该吧。好，看明天这样，后天这样。好的，那我今天就开到这边。谢谢大家今天收看，再见。No no no， 你啊，没有了，没事没事。说啥？没事。说。打我八神经。什么？天线宝宝说再见。你年。等一下，这个怎么做啊？我看一下。鱼可以做那个耶。那你晚上会玩吗？嗯？晚上会玩？你如果不开这，你不开这，我就去那边生存而已。我是说晚上要不要玩 Warframe？ 嗯，看状况。不然只有我一个人很无聊呢。看状况。而且默默又不一定会上，那就看状况呗。你知道我跟他玩两、啊，我跟他玩两个小时，他啊、哦，拜拜。两个小时这样，你可以讲完。我跟他玩两个小时，他两个小时被他那边都传两个小时的杂讯。啊？杂讯？不是杂讯了，就是被 gank 两个小时。习惯就好了。我都已经帮他剪一集了。到底是蓝色还是紫色？到底是蓝色还是紫色？然后你的挂机大法我也我知道，我只能看完。嗯，输赢哦。而且也没有被 ban 啊。嗯，也没有被第一眼没有生气啊。他们蛮快，没有不够明显啊。够明显的时候就会 ban 了。嗯，我就说都是你教的。然后。有啊，那个老潘他有看到，他有看到。我说我跟，我没有，他不，我抛给他之后，我说你被卖掉了，然后他说问号，笑死，这不能给革命看到，看到会怎么样？你觉得嘞？我不知道啊，我又不认识，我跟他又不熟。嗯，靠，崩了。嗯，好吧，关台。